还有危险，还好还好，裁判没出犯规啊，也给牌了。而且这时候节目单球员在干什么啊？居然是推挤裁判，黄牌，搞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应该全部都罚出去才对、啊。没错，这个太过分了，已经比赛腰斩了。该恭喜台电这次拿这一次比赛的冠军，这太过分了。已经刚刚有看到超过三名球员来推挤裁判了。今天其实裁判对你们已经非常够好了。背号九号的肖亚是被红牌给罚出去了，而且这时候裁判又给一张红牌，不知道是给谁啊？毕竟画面上面没有带到。结束了，好，裁判这样比最后比赛结束的效率，中场台电队是3-0，非常辛苦了，以10-1击败来自柬埔寨的吉隆坡队，拿下21年级别的冠军。但这时候对方的球员真的是非常的没品啊，看到那个门将王强过来打人啊。双方是非常武断，打在一起了。但是在这边也要呼吁台电的球员，要忍住这一口气啊！没错。看到总教练陈国仁先生赶紧把队员叫回去啊，毕竟这场比赛台电队已经确定拿下冠军了。对，我们需要更冷静的去应付接下来的一个变化，因为亚足联一定会处理接下来打架的这些人。但就赛后第一时间还是没有拍到冲突是怎么样发生的。我刚刚就镜头上面来看到对方的门将确实真的是非常不理性。对，这边一号的方向